准备，开始喽！熊熊的生日了，礼物呢？该去哪里找礼物？熊熊，生日快乐！我的生日也快到了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不会忘记我的礼物吧？忘记也没关系，我会提醒你哦。熊熊，我的生日你不要睡过头哦。哦，你醒了，我是来提醒你的。这是我的生日清单，里面都是我想要的，一定要记得到这一天，一年一次的生日，小朋友最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生日。他们开心跳着舞蹈，还有大声地唱着生日歌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，祝我生日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就快要到了，希望朋友们都喜欢，一起开心的庆祝，大家一起准备礼物，一起大声祝我生日快乐。大家都还记得吗？就是明天哦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耶嘿！很多人跟我说生日快乐，给我礼物。大家都去哪里了？不可能忘记呀！啊哈，他们一定都在熊熊家等我。嗨，大家！真的假的？大家都忘记了，伙伴们，你们真的都忘记了吗？什么嘛，怎么可以忘记？这里的也忘记了吗？都没人记得吗？我的生日吗？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
一天，一年一次的生日，小朋友最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生日。他们开心跳着舞蹈，还有大声地唱着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明天早上去找你哦，别睡过头了，你的姐姐达莎。我们去换套漂亮的衣服。耶，好了，现在我带你去认识大家吧。让我为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姐姐达莎。你看，她很开心吧？哦，我知道还要介绍谁给你认识了。小熊，快来认识他。小熊，姐姐，你在这等等，我去找找。小熊，好吧，你在这看看，我去找小熊。跑去哪了？来，我和你介绍一下。你在这等，等一下我介绍给你认识。啊！不要靠近我，走开，走开。
什么了吗？在这里等，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姐姐达莎，看吧，我就说她很开心认识你。
是谁呀？熊熊，熊熊，这位阿姨是谁啊？
神会喂饱我们。哼！不，小孩不吃这个。不，小孩不想吃这个。哼哼。什么？给小孩吃这个？Oh!
知不觉的孩子们都已长大，那个时候总是会来到，他们小小的翅膀都已准备好，从温暖的家展翅高飞。所有的委屈都会被遗忘，微微笑看一看，让我们去微笑原谅一切吧。上钩了，两个都有哎！呀，可恶，你要比赛，换我跟你比赛。好啊，好，如果是我赢了，你就得听我的。
个怎么玩？而那叫什么？网球。真累。哦，我知道我要怎么赢球了。原来叫得越大声，越容易赢。简单了，我赢得轻而易举，所向无敌。我赢了！哦，我可爱的小美人，哦，我亲爱的小宝贝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